Hello, K2 老師。Hello， 你哋好啊，我是張老師啊。Hello， 我是吳老師啊。小朋友，我哋又見面啦，我是曾老師啊。Hello， 我是黃老師啊。小朋友啊，停課期間咧，老師都好掛住你哋啊。你哋有冇掛住老師啊？我哋好期待你哋快啲翻嚟同我哋一齊玩遊戲，一齊學習啊！喺停課期間咧，老師預備咗好多好有趣嘅教具同你哋一齊玩嘅相。咦，睇下呢度，老師預備咗一份語文教具啊！你哋認唔認得佢啊？係啊，佢咧就係咧逃跑鎮入邊咧嗰個公主啦。原來咧，佢咧想你幫佢咧帶翻佢去佢嗰個字嘅紙筒度啊，喺邊度咧？睇下先。哇！我諗你哋都好叻睇到啦。原來咧呢度啊寫住公主啊，咁我咧就將佢插落去先。啊，咦？呢度咧有條海豚喎。啊，海豚應該擺邊咧？考下吳老師咯。啊，海豚睇下先，依、這个绿色应该摆喺呢个纸筒度，系咪啊，张老师？系咪啊，小朋友睇下先，哇，啱啊！原来咧呢度写住海豚啊，佢嘅颜色咧都系相配嘅，所以啱啊，吴老师做得好好、啊、喎。咦，睇下先，之后咧我呢度咧仲有乜嘢啊？仲有房子喎、啊。哎呀，我将呢个插落去先，啱唔啱咧？哎呀，咁就唔啱啦，因为咧佢哋嘅颜色唔同啊。嗯，咁应该摆边度啊？嗯，我谂应该摆喺呢度。系喎，呢度卡车。咁咧房子咧，啊，我摆呢个啱唔啱啊？嗯，啱唔啱啊，吴老师？啱啊，因为佢哋系相同嘅颜色啊。系喎，咦，我见到咧，吴老师嗰度咧都有一份。好得意嘅教具啊！系啊，我呢份咧系数学嘅教具。咦，你见唔见到小朋友咧拎住个咩数字啊？嗯，冇错啦，就系19啊。之后咧，我就将佢抽一个数字先。小朋友记唔记得呢个系咩数字啊？系啦，就系20啦。等我考下张老师先。究竟呢个数字系摆喺边个小朋友度咧？系摆喺19嘅前面啦，定系19嘅后面咧？啊，我知道。20应该是放在19的后面的。啱不啱啊，小朋友？是的，我再看看先。咦，张老师，这个是什么数字啊？18。那放在哪里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18应该是放在19的前面的，等我贴上去先。哎呀，得了。是啊，老师在这段时间准备了很多好玩的教具给你们啊，我们还有很多不同数字的小朋友，那你们回到来就帮我找他们的好朋友出来好不好啊？咦，看看黄老师那里有什么玩先。哇，我这份呢就是英文的教具来的，它是一个拼图来的。咁咧，我就依家考一下曾老师识唔识玩咯喎？曾老师啊，你拣一个图片啦。咦？依、這个咪系太阳？冇错啦。之后你咧就要喺呢度拣啱嘅英文字喎。好，等我揾下先。嗯，系咪呢个啊，黄老师？你试下将佢哋合埋，睇下啱唔啱？咦？啱唔啱啊，黄老师？冇错啦，啱啊。這個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sun。哇！呢啲教具真係好好玩啊，好期待小朋友可以咧翻到學校咧玩呢啲教具啊！咁小朋友喺呢個假期，咁你哋記得飲多啲水喎、啊，同埋咧食多啲有益嘅食物，要做多啲運動，仲要喺屋企嘅時候聽屋企人嘅説話。我哋都好期待你哋快啲翻嚟噶，拜拜。拜拜。